你这个出手还是不明显，我告诉你那个意念在哪儿，然后我们练出这个形来不一样，但这个意做这个里面的意思的时候啊，你就能看出来动作的真正的规划，它那个路线图是怎么回事。他在这儿吧，我们门户大开，对方不管是拳还是脚来踢你，不管踢哪个部位，你都可以从这个地方这么一收，把它揽在一块，两个一揽住就是抓住了，抓住呢就往回拉，拉的时候身体这个手不要动，就是没有这个东西，拉的时候就是身体拉的，拉的不够就撤一步，一拉完之后一定要有这个东西，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一定是这个时候他有这个东西，看出来了吧？可能是你练久了他很巧，但是一定是拉进来之后再上去，上的时候是手领着，拉的时候是肘领着。